好饿呀，今天一定要好好犒劳下自己。看起来真是家环境很不错的餐厅啊，该不会很贵吧？好不容易拿到的 bonus 可不想一下就花完了。快看看价格，有寿司、手卷、各种套餐，看起来价格还是很合理的嘛，不至于吃不起了。这么多选择，到底吃哪个好呢？哎，那是好大片的和牛，闻起来好香啊！他们吃的也太爽了吧！我要一份和他们一样的和牛寿喜烧，请稍等一下。看起来真不错，所有食材都是新鲜准备，摆放精致，应该是不虚此行。好丰盛啊，快忍不住了。这么好的和牛一定不能煎得太老，就是现在我要开动了。这口感太香了，这也太鲜美了，所有汤汁都被吸收进去了。鱼子的甜味和汤汁的鲜味混合在一起，真是太美味了。好大一块肥瘦相间的和牛，赶快尝尝。哇，太美味了，入口即化，太满足了。汤汁浸入了米饭，与和牛搭配在一起，简直完美。这家食材分量均上等，还不贵的寿喜烧店，下次一定要再来，